个女人，我相信这个女孩子自己都觉得丢脸。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哦拿诉求的，我们拿诉求的，我们站在海景第一排的，我们大家都是这样，司法正义，都手上拿着牌子，很骄傲的喊。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这样，哎呦，刚刚讲要退出挪哎，拿着牌子这样遮遮掩掩，头低低这样，哎呦，好像做了什么坏事，摸着良心讲话了。不要配合民进党政府做这种事。这个女人，我相信这个女孩子自己都觉得丢脸。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哦拿诉求的，我们拿诉求的，我们站在海景第一排的，我们大家都是这样，司法正义，都手上拿着牌子，很骄傲的喊。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这样，哎呦，刚才讲要退出挪哎，拿着牌子这样遮遮掩掩，头低低这样，哎呦，好像做了什么坏事，遮遮掩掩的这样。你们这些人哦，你们这些学生哦，摸着良心讲话，不要配合民进党政府做这种事情。我跨美的了，不是，倒不是说我支持哦总统他们自己去选，但是你做这种东西，你在干嘛？